其实刚统统说，家里是最安全的，但至少这还是有迹可循嘛，病毒啊、细菌入侵人体，但是有些是根本你什么都防了，就是跟外面没关系，是自己免疫出了问题。这个有一天哦，就是说有个门诊，哇，大阵仗哦，大家来了五六个那个志工，那带了一个小一个女生，二十几岁的女生，我说哇，这个一定是 VIP。黄医师，我们来看你这一趟不容易，要花五六个小时。我说我台湾这个不是一日生活圈，要五六个小时。他说为什么哈？这个有故事。他说那时候因为风灾，然后这个我们志工会去访视嘛，哈，就是看那个比较山里面比较严重的，然后就说哎，这个家里怎么有一个年轻的女生过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？那一问之下，她已经高中毕业之后就五六年都没有出门，对，没有出门。他不止没有升学，也没有出门，那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好，那结果仔细打开那个皮肤一看，那除了脸之外，可以说是体无完肤，体无完肤。他那个一般我们皮肤是会至少可以，我们说很痒嘛，红疹，他是红疹之外，上面布满了一个白色的血。皮屑，然后那个整个看，你就想象有点穿白色的丝袜，那个很厚，你要想象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干癣，对，干癣其实是自体的免疫的皮肤病，跟谁都没关系，跟是，但是你看得了这个皮肤病，他为什么不敢出来？因为你要想邻居会说会有异样眼光，对，他说你这个会传染，他就说你这个其实大家他自己会有点靠近，对，心理受很大影响，他就不敢外出。那事实上你说他都没去看吗？没有，他试很多中医、西医，还有民俗啊，这个任何的方式，他试过了，他就觉得效果，他因为去出去一趟不方便，他没有立即见效，其实你会失望。那当你要想说哇，我心想说不对啊，你一次来五六个小时，我也没办法一两次帮你就是治疗好。对，但所以其实第一次来你要给他很大的心理建设，你要说你要给我时间，我绝对不是一次好。那还好他相信我，再慢慢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那帮他申请到最新的那个生物制剂，因为还好这一类自体免疫疾病其实现在都很好的那种生物制剂。那申请到生物制剂之后，他那时候他有一天他跟我说，他打完针隔一个月，他还说黄医师，我的皮肤终于能呼吸了。他用这种来形容，你就知道他平常是像一层被束缚住的所以其实真的是很辛苦。那他现在以前都要人家陪，不敢外出，他现在可以自己骑车。他说，我说你骑三四个小时来我这里，他说不会啊，他说很开心，出来透透风啊。对，他现在也有一份很稳定正当的工作，我觉得这样子，他不止他整个有点类似重获新生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，皮肤有严重问题的人真的很辛苦，好可怜。我讲严重讲，真的很可怜。那早期大家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这代都知道张四妹。哦，对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他从头到脚就像蛇脱皮一样，从脸全身呐、啊，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皮肤病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讲到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有什么异位性皮肤炎，那都是父母亲很大的一个压力啊。我分享的是一个女性的案例哈，她这个人她是45岁的女生，她来找我是因为她的人类乳病毒，就是造成子宫颈癌的或者菜花的那个病毒，它是第16型的感染。那这第16型是最容易造成子宫颈癌的一个型。我说这不用紧张啊，这个还好，你某片都还正常啊。她说不，我跟你讲。我从那时候是2021嘛，他说我从2018、2015、2012，我每隔3年就做一次病毒跟某片。我说哦，这个医生谁教你？他说因为我读很多讯息，如果阴性每3年做一次，如果阳性每年做一次。我说厉害哦，这么仔细的人哦。对，他说但是我现在阳性，哇，不合理。我离婚已经7、8年了。我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不会自己生出来啊？他说这坦白讲了哈，因为2020年那一年疫情很严重哈，实在是什么事也不能做啊，就关在家里啊，很无聊就上网啊哈，对，找网友啊，对，就居然一个45岁的女生就找网友，就女生呢，对，碰到一个男生哦，他那一阵子又就说那我们要不要见面哈，就约去 motel 嘛哈，好啊，那这样你先提供你的性病的检查的报告，一个月之内的，一个月之内的，他在面试是吧？走掉啊！你的履历表要看
对，就这男生真的就跑去医院检查哈，跑去检查说他的性病通通都没有，都没有啊，就是说好，那这样可以造假吧？对，没有，他那个真的是他名字，应该是不会用那个，而且很新嘛，就他说网友都很少用真名的，他可以用假名没有错了，可以讲，但是至少那一份是就是很新的报告来给他看，他说好，那就这样，结果那个网友就是不愿意用保险套，无套。五套，那他想说赌赌运气嘛，就是赌赌运气，还蛮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几次之后，就后来被他发现说，哎，这个人接电话好像听起来是有老婆，哎，这有问题，然后跟他说拒绝，说你要你欺骗我，我不再跟你往来。结果居然检查，哎，怎么变阳性了？就是第十六型，就拿来给我看。我说，他说这怎么来？我说，那你要认定是他造成的话，那你必须告诉我，你过去这三年中，因为三年前是阴性嘛，你有没有跟别的接触行为？他说不好意思，七八年来就只有他这一位。哎呦哎呦，他是守身如玉，一次都中了，对，就是只有他愿意提供履历。以前都没有在上，还有良民证哦。他以前没有在上网约炮，从来没有过啊，是因为都是疫情害的啦，都疫情害的，关在那边太无聊啊，就没事可做。就他跟我说，那我这样防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说，一般来讲哦，男性的性病检查没有这一项，病毒这一项，女生很容易测，子宫颈一抹就有了。对，男生要刷尿道很痛哎，可以刷那个尿道口那么小，刷子进去刷那很痛哎，啊，不然就是要用砂纸哈去刷那个龟头。哇，你会刷吗？是，蛮轻松的。哈，这个去做什么？做木工啊？所以男生检查只有嘴巴跟肛门，可是嘴巴跟肛门不能代表那话了，不能代表，只是证明说嘴巴有或者肛门有没有而已啊。可是他尿道这边容易传染给他的，就偏偏就不能检查。后来他问我说，那如果我当初用保险套的话，是否就没事？我说保险套研究显示，保险套可以防七成的病毒，这个基本上人类很安全，七成。他说那为什么不能防100%？其他性病几乎都防啊。我说对，因为病毒在外面皮肤上都有，所以不见得只在那个部位，那个部位啊，其他部分如果传进去，你就还是有，还是有，所以大概七成左右的效果，可是还是减很多了，还是必须保险套。怎么办呢？他也就这样。哦，还好他的抵抗力不错，那个病毒是可以靠抵抗力自然消失掉的。对，到了隔年他又重新再测，因为他想说阳性嘛，再测第二年已经没有了，又开始上火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什么状况。静香明明都避开过敏源了，为什么还一直长疹子？因为像我儿子鼻子过敏就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我都会很注重家里一些尘螨问题啊，就会把冷气的滤网啊、电风扇的网子啊，就是固定，还有家里的被子都一定要固定清洗，因为可以希望可以减少他过敏的机会。可是我们前阵子暑假的时候就带孩子们去花东旅游5天4夜，玩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儿子就开始那个背后啊，就是脖子这边都起一粒一粒的一泡一泡红红的这样，然后他就一直抓一直抓，然后就跟我说妈妈好痒好痒，然后我一看就说哇，好像荨麻疹哦，你可以看一下照片，他就是脖子，然后还有脸，还有手跟脚全部都有，就像荨麻疹啊，对，就很像荨麻疹。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想说，哎，可是这几天他到底接触了什么引发他过敏？可是又很奇怪哦，他有穿衣服的地方都没事，反而是没有接触到衣服的地方有红红的这样。后来才想到啊，我们第二天有去玩水，有去海边，所以我帮他喷了防晒。就是脸啊，只要没有衣服的地方，我防晒全喷了。可能就是因为那一罐防晒，可是就是我们其他人都有喷那一罐防晒，我儿子也有喷，但是就只有他一个人中。他一个人就这样荨麻疹，他对那个过敏，对，他可能对那一罐防晒乳过敏。然后好险是因为我们要出去玩这么多天，我就有自己准备那个常备药，就赶快让他喝那个抗过敏的，喝完之后哎，就把那个症状压下来，好险没有影响到我们后面的行程，不然去花东旅游你有荨麻疹怎么玩得下去？那你还真的有做这个准备？对，不好意思，像这样过敏是什么原因？其实很多人都说哎，我已经能躲的都躲了，为什么还是会中招？那事实上跟大家讲，其实急性荨麻疹通常有迹可循，食衣住行稍微想一想大概就能够抓住凶手。但是很多其实慢性过敏，吃这个也痒不吃那个也痒，超过6个礼拜，那跟什么有关系？来跟大家报告，对大自然过敏。对大自然，我大自然到火星去啊，晒太阳也过敏，冷热震动太阳
甚至水，这些都有人会过敏。还有运动。流汗，流汗也会，会然后运动，有人打一打会喘起啊，他不是很不是不运动啊，他是他说不能打超过十五分钟哦，然后还有人说不能吵架，他要激动就开始会喘，那其实都是一种胆碱性的荨麻疹，也就是说对这些大自然，那第二点是对自己过敏。对自己过敏，对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你说照镜子吗？其实以前我们过敏原的检测，我们还会抽他的血，然后去做离心，那之后把他血型打进去，做就像那个皮肤测试一样，哎，结果就会肿起来。那其实很多都是对自己产生过敏，自己的免疫细胞刺激自己的肥胖细胞释放组织胺。第三点，真的有过敏原，但是你疏忽了。其实我本来以为静香的儿子是那个例子，因为尘螨过敏常常会跟什么交互作用？带壳的海鲜，带壳不带壳又不一样。带壳它因为它的几丁质跟那个尘螨的很像，所以它们其实是交叉过敏。所以很多人是对尘螨过敏。那有一天他吃虾子，可能海量的吃太多，哎，他也会过敏。那其实的确品种不一样，也会过敏。那还很特别，其实有些人是对花粉过敏。那花粉过敏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？哎，奇怪，怎么吃芒果？最近吃芒果，嘴巴开始会肿起来，会痒。其实很多人吃桃子，有没有吃那个奇异果？毛的，大家都说有毛的。其实那个都是类似的过敏，跟花粉。那其实那也有人对那个乳胶手套，它跟也跟那些奇异果啦、洛梨啦、香蕉这些水果，其实都有。它就是因为它的过敏的成分有一些些的类似，但是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所以说为什么以前吃会，现在不会？其实跟你吃的量是有关系的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并按下小铃铛看我们最新的影片，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，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。